嗨，我是厨师杰泰拉，欢迎收看亚洲各式美食烹饪法。在泰语中，美味的意思是在甜酸咸辣间取得完美的平衡。在亚洲美食中，味道是最重要的一环，各种口味的完美结合也使得亚洲美食名扬世界。大家都想学做这些异国菜品，但觉得太难，无从下手。今天我就来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在你的厨房中做这些健康美味的食物，跟我一起开始今天的追寻美味任务吧。今天的美食之旅探索两道美味，新加坡香辣蟹和人当。首先我们要去曼谷市场，在那里我们了解那些烹饪这两道菜所需要的独特配方，然后带着学到的知识回到厨房，烹饪出健康美味的新加坡经典风味。亚洲各式美食烹饪法之新加坡美味，现在开始。嗨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也是很高兴，很幸运新加坡一路有你陪伴。谢谢。你知道要介绍新加坡美食，是你是全球知名的专家，对于没有做过新加坡菜的人，你会如何介绍新加坡菜呢？新加坡的菜呢，特点是多元化，它集中了中国、马来西亚以及印度风，还甚至还有点英国风味。哦，所以这是一个大熔炉，是处在东南亚的中心，是集中了中国菜的香味和质地，以及马来西亚的文化和当地的根类香料，新鲜的根类香料。哦，是的，南姜柠檬草。南姜，是的。卡菲尔柠檬叶。还有从印度传来的种子类的香料，比如茴香、香菜、小豆蔻。把这些放进菜肴里真奇妙，这很不错。这些都加入了一道菜肴中，太棒了。今天我将向观众展示菜谱，但会做一点改变，使之适用于自家的厨房，可以吗？当然没问题。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走。所以要做人当的话，首先要做肉豆蔻，对吗？是，我们需要十粒果。看起来它有点像辣。没错。是的。这个含油量很大。对，含油量很大。它们看起来像澳大利亚坚果。对，但它并不是。我拿了些含盐的原料。好的，是的，这些含盐的豆瓣是用来做香辣蟹这道菜的。这个放在香辣蟹里面吗？对，这是个秘方。是吗？我从来没有用过。是的。我想象不到那种咸味会怎么样。是，咸味不止来自于盐。说得对，尤其当我们烹饪亚洲美食的时候，让菜变咸不能只靠盐。对，说得对。想要甜味也一样。所以糖可以来自于蜂蜜，也可以来自于棕榈糖，对吗？也可以来自于豆薯。没错，盐也可以来自大豆或咸黄豆中获取。嗯，没错。所以说香料是一切的基础。没错，这是香料的部分作用。是的。我们需要一些柠檬香草。这样里面就有部分的肉豆蔻，是吗？对，我们需要南姜。说的是柠檬香草。你知道在商店里买南姜是很奢侈的。对，没错。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得买。我来告诉你啊。快走吧，这个太刺眼了。的确。番红花色，真好看。告诉我你想用什么样的辣椒。好的，做香辣蟹呢你得用很多辣椒，墨西哥的辣椒特别的辣，大蒜和辣椒是香辣蟹的味道的关键。刚好在这儿找到他们了。对，太棒了，我们已经买齐了所有的食材。是的，我跃跃欲试了，我们结账去，我要到厨房大干一番。好。这是我在曼谷市场为今天这两道美食购买的所有食材。做人当我们需要用到香菜籽、虾膏、新鲜的卡菲尔柠檬叶、南姜叶、椰奶、鸡肉，这些都是要放到糙米上面。做香辣蟹，我们只需要皇帝蟹、干辣椒、葱、一颗鸡蛋、一个柠檬，这些都配上烤面包一起吃。调酱汁我们需要玉米粉、番茄酱、咸黄豆。稍后我们就开始一起制作美味的人当。欢迎来到厨房，我们刚从市场回来，接下来都将与新加坡食物有关。我们要做的两道菜都是出名的街边菜。首先要做人当，其实就是印度咖喱风味的鸡肉，所有的新鲜食材全部都来自东南亚。然后我们做香辣蟹，所有的咖喱都得从香料开始做起。我要再次跟大家强调，辣酱真的是将所有的口味结合在一起的要素。我们从辣酱或是辣酱糊开始，先准备好一口锅，接着我要来烘烤一些香菜籽，它可以呈现出一种印度风。
一开始我要把火温调到一定的高度，但是不要太高，因为这些香料很容易被烧焦。很快把香料放进去，很快呢就能听到它们跳跃开花的声音，也就是我们得关小火的提示。这里好了，接下来都是跟植物香料和新鲜食材有关。红葱是一切的基础，切食材的时候不需要切得很完美，只要能把东西切成好处理的小块，让搅拌机可以更容易的搅碎的程度就可以了。大致剁几下，然后放进搅拌机。红葱的味道和洋葱非常像，就是更甜一些。接下来轮到这一堆，就是我们买的石栗果，它们跟夏威夷果很类似，不同点在于它们没有那么油腻，所以我得好好的烹调它们。放进捣臼里，用捣锤把它们捣碎，非常好。也放进搅拌机。我们准备好了红葱，也准备好了石栗，接下来要处理辣椒和最重要的虾膏。先从墨西哥红辣椒开始，拿一些干辣椒放在这儿，简单切切就好。这里提醒大家，对于有些对咖喱的辣味感到强烈恐惧的人，我们也可以使用有美丽颜色的红椒来替代。辣椒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虾膏。虾膏有两个主要成分，就是虾还有盐。这里我只需要一点点，因为我只要做两人份的。现在我要进行下一步，把搅拌器盖好，不要只是打开电源让机器自己动，中间要暂停，这样所有的东西才能充分混合，而变成非常滑润的状态。酱汁里留一点点碎粒也没有关系，我很满意。下面我们来处理一下香菜籽的部分。我刚才已经先把香菜籽烘烤了一会儿，这个就是能继续把它们磨成细致粉末的工具，倒进去，就像搅拌机那样，一下一下一下，停一下，直到你看到里面的变成了粉末状。通常香料需要8秒钟来处理，而咖啡也一样需要8秒钟。很好，把它们也加进去。目前只有干香料，最后一次动作，把所有东西搅拌均匀，我们就完工了。时间稍长一些。好了，同样，也许会有一些颗粒，不用在意。把盖子打开，拿出这个小碗，这里面的东西我们随时可以拿来烹饪。准备好热锅，然后我会加一点油来准备炸东西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当我们把油加进去之后呢，混合进香料和草本植物，我们能够把纤维煎炸软化，在这过程中呢，会去掉水分，而留下来的精华油将会很容易结合并渗透进食材。现在把酱料放进去，里面的油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继续放其他蔬菜的合适温度。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就像一个美味的大转轮，这个是泰国青柠叶，食谱上写的一片，实际上是两片连在一起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运用更多香气来加强味道。首先我要做的是把两片叶子重叠在一起，卷成紧紧的小卷，然后再把它们切成漂亮的丝。要是刀工不是很好，也完全不用担心，这个会在锅里待很久，所以形状太大或太小都不会有问题。搅拌一下，材料已经开始热了。我只会在锅变得太干的时候才会加一些油，现在有一点干，所以我加一点油。现在这边还有一些其他食材，这些是姜黄叶，通常它们都是干的，所以可以直接下锅，不用再切了，因为它们已经够小了，只要撕几下，然后直接放进锅里行。下一种材料就是柠檬香草，我需要的是柠檬香草的香味，但不是要真的吃它。为了充分释放香味，我会把它们切成大块下锅，然后再捞上来。我要从柠檬香草比较薄的那端开始切，就是去掉从叶尖开始算40%的地方，然后粗的底端有一个感觉完好的包状区域，下刀切成两半，把这段丢掉。有分散的叶片就把它们剥掉，剩下就是我们想要的。现在把它们切成5到7厘米的段，然后用刀背在上面敲一敲，把它敲散，你会看到有油流出来，还有柠檬香草的汁液流出来。
看它们慢慢散开的样子非常美。这就是我要的样子，都放进去。这是我们刚才做的辣椒糊，现在我要好好的帮这个提个味。有一些材料变成棕色并粘在了锅底，我要用椰奶把它们都溶解掉。下面我就要轻轻地把椰奶倒进去，这时你们会听到滋滋声，这就表示椰奶正在开始从锅底拉扯那些粘上去的材料。不用整瓶全倒进去，需要多少就倒多少，但是这里要把火开得大一点。高温可以帮助溶解那些附着物，椰奶的汁液还可以提升所有这些材料的味道。让他们继续，我要留着这一瓶椰奶，以防一会儿有更多的需要。你会看到锅里已经有了一些水分，我要再多加一些来稀释，以保证我有足够的适用分量。最后还要有一些调料来强化味道，一点点盐，虾膏里面已经有盐了，所以只加一点点就够，反正不够待会儿还可以再加。还有一些白胡椒，这可以为酱料增添另一层口味，也是另一层香气。我们要注重味道的平衡，对吗？所以还需要一点糖，加糖不是为了让它变甜，而是为了给味道增加一些层次。接着用铲子搅拌一下，然后放着让它慢慢熬一会儿，这就是做人当用的基础辣酱。如果你喜欢吃辣酱鸡，我准备了鸡肉，如果你想吃豆腐也可以加一些豆腐。有了辣椒酱作为基础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入任何种类的蛋白质。接下来我要拿鸡肉来做准备，稍后我会教你们如何炖鸡肉。下面我们继续，酱料正在炖着，鸡肉也准备好了。你会注意到它已经开始收汁，并且变浓稠，正是我喜欢的样子。味道也很好。下面就可以放入鸡肉了，前提是你要像我一样事先准备好，直接放进去。接下来炖鸡肉是关键，鸡肉要慢慢的煮熟才能保持水分和口感，要保持小火让酱汁完全覆盖住鸡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要去洗个手，然后开始做香辣蟹。开始做香辣蟹，这些是已经煮熟的螃蟹腿，接着要把它们加工一下。不过先从酱汁开始吧，我要做香辣蟹，这会是一个非常美味的酱料。首先需要一点水，这是基础，接着放一点玉米粉来使它变浓稠。这里你可以使用打蛋器，把玉米粉和水搅匀。玉米粉放好了，我总是一开始就先放玉米粉，因为水很稀也很好搅，如果等酱汁很稠时再放，它就很难溶解了。接下来放入我事先准备好的番茄酱，它会给我们带来甜中少一点咸的口感，还有很好看的颜色，味道要平衡。我还要再放进去一点咸的豆瓣酱，别让这些食材把你们吓着，把它当作是一种新加坡版的味增或是棕色味增，它既有咸味又保留了黄豆的香味，不用放太多，再盛最后一勺进去就够了，味道会很好，能帮助平衡味道。尽管这样呢，我还是要再放些盐，最后再加点糖，整个味道就平衡了。你可以继续用打蛋器来把酱汁搅匀，现在它看上去很不错，有点湿又有点稠，一旦用了玉米粉，这些蟹腿就会很好的被酱汁裹住。酱汁完成了，下面开始处理这些螃蟹腿，把它们掰成每个大概10厘米长比较合适，也可以使用工具，那样会比较容易。这个还需要一小兜，然后我就大功告成了，非常好。香辣蟹从酱汁到蟹肉都准备好了，不过还没到下锅的时间。要知道在新加坡这里也受到英国风格影响不少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要给香辣蟹和烤过的面包准备摆盘。我们来切一些面包块，要用锯齿刀，以免面包被压坏。加一点黄油会有帮助，用常温的黄油就行。然后在面包上薄薄地涂上一层。接下来我开始动手烤这些面包，然后我们把人当收尾。稍后我会示范如何完成这道香辣蟹。下面我们继续，现在到了开始烹饪这些蟹肉的时间了。人当已经准备好，整锅熬透了，现在正在保温，待会儿把它淋在米饭上。下面我开始做螃蟹，
酱汁和螃蟹腿都准备好了，我要用大火，因为这道菜需要烫得冒烟的锅才行。既然叫香辣蟹，辣椒当然会很早下锅。现在呢，锅热了，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所有的香料，然后炒香，使它们焦糖化，你会闻到很浓的大蒜和辣椒的香味。闻到香味后，就把蟹腿放进去，如果你觉得只拿一把铲子不是很顺手，另一只手完全可以再拿一把。别忘了这些都是煮过的，所以马上可以放酱汁了。因为我使用了玉米粉，在下锅前要把它搅一搅，然后为酱汁留出一些空间。就这样倒进去，接着要使玉米粉发生作用，就必须将它煮沸。使用高温炒锅，你就能很快看到它起作用。做香辣蟹的秘诀之一，就是最后要放进去一个鸡蛋，在锅的中间留出一块地方，在案板上敲几下鸡蛋，然后打进一个小碗里。打进去之后呢，我要开始了，打几下让它变得更顺滑，同时要注意锅里的酱汁不要太快蒸发。我们应该让锅里的酱汁慢慢的、慢慢的变浓稠。鸡蛋先暂停一下，我们再等酱汁沸腾。这时最好不要马上就搅拌，因为我想要一个漂亮的鸡蛋花的效果。把鸡蛋倒进去，在温度上升的同时，我们慢慢的搅拌一下，可以看到鸡蛋已经开始凝结在一起，这会给酱汁增加多一种风味。让鸡蛋在这里面继续煮着，我继续其他调味工作，宗旨就是味道的平衡。我们有了咸味，还放了香料，现在我要继续增添其他味道。我喜欢用鲜青柠，大家都会买瓶装青柠汁，但是尝起来的感觉不同，它不像新鲜青柠可以给你那种非常清新的感觉。下面我来切一些装饰品，我用的是青葱，我要用一整根从绿色到白色的部分，同样切成3厘米左右大小，就很合适了。直接放进锅里，这时你会看到鸡蛋已经开始出现了类似花边的效果，并且开始使酱汁变稠。有几件事同时在发生，锅里的鸡蛋还有玉米淀粉都开始发生作用，并且开始很好的包裹在螃蟹腿上。等它的温度再高一些，我就可以开始装盘了。我调到中火，然后可以继续来处理人当，这边已经差不多了。现在看看这个，酱汁正在慢慢的变少，同时也变得更稠，油也逐渐上浮，状况非常不错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样子。这看起来真的很棒，肉汁的浓稠度也是我的标准，我只要确认肉有没有熟透，挑选锅中最大块的鸡肉，然后用你们的汤勺或者是叉子尝试从中间把它分开，这一块非常的柔软，马上就分开了。如果最大的一块都完全熟了，那么剩下的应该也都熟了，你就完全不必担心鸡肉没有煮熟。这是我在上桌之前最后品尝的机会。嗯，温度足够，其他味道也完全释放，达到良好的平衡。我来示范如何装盘。我总是使用棕色米饭，因为棕色米饭里面的纤维是非常有益的。盛一些米饭，比例方面我觉得每人半杯米的量刚好。在盛酱汁之前，先把火关掉。我想看到的效果就是酱汁大约盖在一半的米饭上，然后我要把鸡肉放到前面，然后记得吃每一口米饭的时候应该都要配上一点点的辣酱肉汁。下面来给香辣蟹装盘，这边完成了，来看看香辣蟹如何了。翻一翻最下面的，全部都已经熟透了，酱汁附着得很好，这是准备给全家人吃的，所以我直接把锅端到这边，然后整锅倒进盘子里，从一边开始倒，如果空间不够就把锅提高，然后回到中间，最后再把所有的酱汁全部倒在上面。非常好，最后剩下的事情就是装饰了，我要稍微的整理一下。我要搭配什么一起吃呢？这里有一些面包，把烤过的面包拿过来，然后分别放在盘子周围，
调味时经常用到的香菜也能帮忙做出好看的装饰，并不是整颗香菜都要，就只要最顶端的叶子放在最上面。然后是人当，用装饰来提升味道。菜里用到过的食材也可以作为装饰，用刀切成细丝。这是介绍泰国青柠叶的一个好方法，它们不是过于刺激性的调料，因为菜本身就很刺激，免得太过刺激食客的味蕾，因为它们真的很刺激。切好之后呢，就直接撒在食材的上面，这道菜就完成了。今天我们做的是街边菜，一道是香辣蟹，还有人当。有三件事希望你记住。第一点，白肉一向很棒，我们经常使用椰奶来烹饪白肉，来代替使用红肉，炖红肉会制造多一半的油脂，所以白肉更健康，只是记住别煮得太过头了。第二，这两道菜中的辣椒对身体很有帮助，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。第三，好好享受烹饪之乐。各位，我是厨师杰泰拉，我们下次节目不见不散。